兄弟快来看，怎么了？那有几只漂亮的鹦鹉。哇哦，好漂亮啊。哎，你怎么伤害他们呀？没有啊兄弟，我在喂他们吃曲奇饼干。你别喂了，你这样让我想起了小猪佩奇里面的多利。啊，这只鹦鹉怎么被你喂大了？嘿，肌肉鹦鹉啊，还吃吗？别，史蒂夫，他要做什么？吃你个猪肉、你们的东西有毒。别，不会吧，你意思是说你吃完之后变异了吗？这只肌肉鹦鹉这样飞感觉好奇怪啊。耶、它飞起来就像鹦鹉超人一样。来来来，让我们合成一把剪刀，剪一些树叶下来，这样摆放就可以获得剪刀了。哈哈 ，OK 啦，这效率好高啊，比镐子用起来还酷啊。怎么半天还没有木棍啊？终于有一根了。兄弟兄弟，干嘛呢？我在剪树叶呢。你的效率太低了，看我的。这么大一把剪刀啊！可是大不一定快哦，史蒂夫。那你看呀、都秃了。怎么样，兄弟？这样效率高不高啊？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你看这些树叶还都是完整的呢。可是你这样的话对森林不太好吧？是吗，兄弟？对啊，不能光合作用了。史蒂夫，你快看，这个门怎么立到外面了？来来来，兄弟，将我与这个门合成一下。你确定？那然后把你的皮球放到门上。史蒂夫门。哈哈哈，兄弟兄弟，怎么样？你已经和这个门合体了，你走走试试。还可以跑啊。兄弟兄弟，你快过来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房子还没装门，我把我装上算了。你能装上去吗？哎呦，好神奇啊。你装进去了啊，好奇怪呀、看着。兄弟快来试试。我来了。能正常打开啊？好玩，史蒂夫做的门。哈哈，真不错。兄弟，你能不能轻一点开门